这是我感觉讲啊，大遐尼巧合啦，哦，啊，时间差遐尼久，啊，竟然同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，哦，啊来咧审判检方的控告案，啊，我也是因为周山村啊法官把我无保释放，啊，特勤组的控告去，啊，去哦这个。做爱情旗袍的女性法官来阿伊发挥，吼啊！当然尾啊呢，周山村无受影响，但是去用换掉所谓的总统换法官，吼啊！即届郑文灿的代志，大家去互我注意到，哎呀，即个到迄个，啊，大遐巧合，啊，经过十几年。